up and then just deal with his Aegis when it comes out. Should be on the hands of Bushi, and in fact goes the hands of Windrunner. Yeah, nope. Denial. What? They denied it. They failed. Oh. 大家好，依旧是疯狂的 DOTA。今天这场比赛仍然来自 Super Major 淘汰赛 VG 与 Maneski 的第一场。你先看这个比赛时长，一个半小时，四舍五入就是100分钟了。你再看这个经济曲线，如果换成心电图，给谁来这么一下子，绝对相当于渡劫了。当然，如果你是球迷看了世界杯，那倒没说。半选阶段 ，Maneski 前四手英雄配得相当完美，但最后却蹦出个冥魂大帝，真不知牧师这盘大棋到底几人能够参透。而 VG 这边，三后卫补了个孽主，别说控制不控制，对比他们之前的阵容，这算好的啦。因为有宙斯在，叶眼方的出门眼位确实下了功夫，但这个位置也太风骚了吧，也就搭着肉身巢穴是私有领地，不然三兵非给你怼到四合院里不可。整个对线期危机战队不停在死人，让你觉得他们多大劣势似的，而实际上这玩意儿除了数据好看其实啥用没有。天辉放三核心的补刀术各个不落下风，八分钟一看经济，双方丁点差距都没。12分半，下路蓝毛滚滚酝酿一波动手，但冷不防霍乱支援身后，血魔突然杀出，大哥蹲酱油就问你怕不怕。石林剑士拖着一道红光，没办法，自己开的大招，淌着泪流着血也要坚持滚下去。被标记的风暴之灵想要飞走，前期那点蓝确实有心无力。2分钟后，中路夜宴方的团战优势体现了出来，想大家引吭高歌，萨尔接上静态风暴，配上石林剑士冲散阵型，蓝库王一身的本事无从发挥，除了辉光的蓝猫侧翼切入又缠上了宙斯。骷髅王第一条命就是卖的，重新站起第二条命，好吧，也没走了。但队友完成了收割，一宽四赚了个盆满钵满。为什么这届比赛出现了那么多纳迦双斗龙、纳迦干扰者，配合起来确实好用。所以说，人不和命争，枪不和挂杠，打刀打的也别和版本正面硬扛。好了好了，咱们得提速了，按照这个进度这比赛就没头了。随后天辉方的船长出了引刀开始带节奏，面对一群莺莺燕燕真真假假的小纳迦，呼叫宙斯一个大招劈出来算球。燕这边就简单了，一句话，蓝猫滚滚都在秀，只有牧师在挨揍。骷髅王这手选人真的是埋得太深了，到现在也没看出作用来。37分半，上路血魔被抓，天辉一看救人不成，掉头就跑。分队一路布下针眼，可另一边干扰者就跟偷看了剧本一样，一路尾随，将侦察守卫精确地插在了对面针眼之上。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48分钟，干扰者 A 仗向大家 A 仗，夜宴方下路上高，船长利用游戏机制，在睡醒的一刹那，静态风暴中金光护体。嗨，所谓机制就是船长在海妖的歌声里，先于萨尔放大之前按下 BKB。总之，天神下凡的海军上将让对面追了一条街，所谓夜长梦多就是这个道理。石林剑士中了血魔大招，这一路猛跑看得人心惊肉跳。骷髅王黑黄时间结束，也被留在了天辉家门口。但 Maneski 也不是一无所获，逼出了船长的买活，为后面的剧情做了铺垫。4分钟后，从上帝视角，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船长走上了不归路。风暴之灵守株待兔，功夫再高也怕羊刀，这条名言金句再久也不会过时。文件的 Maneski 又打掉三代肉山，没错，这已经是第三代了。然后小娜迦跳到 A 帐，干扰者跳到 A 帐刷新碎片，对面还少个海军上将。说实话，这个团战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输，特别是娜迦海妖又先手睡住了对面所有人的时候。但万事无绝对，你还真就别把话说死了。萨尔第一手框大给到了宙斯没有问题，可奶酪刷新之后第二套技能给到了霍乱之源，泉水门口那么明显的血魔就这么瞧不起吗？但其实哪怕五号位技能放得稀碎，团战还是能打的，毕竟蓝猫骷髅都有重生，滚滚还握着上代肉身的奶酪，换句话说，两条命换一条命，天辉也不是对手。然而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感慨一下孽主的搅局能力了，带着免死金牌的老十一，一个人顶着对面五个人的输出，火雨、冰甲、古牢，所有技能不要钱似的往外丢。夜眼方也是头铁，就是硬扛着跟你死磕到底。血魔的血量眼看就不行了，可吊着一口气最后也没死了。买活的宙斯不动声色把输出全部拉满，夜眼团灭，但还是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这地板上的潮汐彩绘到底是谁喷的？57分钟，危机终于摸到了对手高地，船长血魔不敢上，放一个孽主去 A 塔也是没谁了。双倍骷髅王前来阻挠好像没事，石林剑士也虚张声势的在生死边缘进行试探，结果跳刀被雷云打断，三兵阵亡，不能买活，一路高破。但这都一个小时了，一路高地真的不叫个事儿。64分半，夜宴方还少个人呢，小娜迦地图中心开了个演唱会，
蓝猫在下路拆个近战兵营玩一样，回防的血魔根本无计可施。66分钟，可能很多人看了半天就在等这个场景，烈焰方打掉四代肉山，蓝猫一个潇洒的翻滚摧毁了不朽之守护。我真的很想知道牧师此时的表情和心情，5年了，整整5年了，挥之不去的一顿噩梦再次浮现，无奈打赏掩饰尴尬。要说这事儿没有引起队员的心理波动那是不可能的。72分钟，风暴之灵手忙脚乱换着道具装上回复，随后背包里放着魔瓶辉光打飞鞋，身上物品栏里却背着个侦察守卫，就这么冲上了天辉高地。杀掉血魔之后道具全部 CD， 却一头扎进了树林里，这一路残影别人想看不见都难，向大家开大过来抢救，结果被堵在了角落里。塞尔眼看自己走不了了，拼着命在天辉高地查下视野，却没有注意到自己阵亡的地方就有一块真实宝石。我们迷你司机现在荒地75分钟，双大炮船长买出了圣剑，高地守备战化身摸奖达人，且他的运气着实不错，标记之后一刀暴击打空了骷髅王，技能冷却之后同样招式又是一刀打出了后者的重生。夜眼的抓机会能力确实强，明火暴击垂入船长的一刹那，几名英雄同时冲到事发现场，看到船长阵亡买活，所有人又在海妖的歌声里整齐划一撤，但是地上那么大一把圣剑，真的没人有想法吗？眼看石林剑士被流，想大家刷新大招前来救驾，可这个跳到树林夹缝里的操作我也是服气的。同一时间，三大兵头上雷云翻滚，脚下怨念深渊，在海妖一首歌的时间里反复做法，就是没走了。86分半，血魔做出邪恶镰刀，天辉方获得成就，三养开泰。跳了一整场的蓝猫终于被制裁，双方都没什么买货能力，一番拳拳到肉的交手之后，夜眼四人阵亡打出了机器。维基与 Miniski 就 TIG 分排名和系列赛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同一水准的队伍，比起四大天王似乎还有差距。不过国际邀请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集训的成果谁又能说得准呢？